全力以赴后的仪式感，是此刻的真心吐露。2021年6月19日，我接到了节目组的邀请。你好，我叫向飞扬。大家好，我是飞扬。大家好。你们是怎么想要做这个节目呢？现在全体是大学生竞赛体系，太棒了。禁足已经61天了，在这61天里，我一共上了70个小时的拳击课。别上去，加油啊！对，连续，对。我打了差不多300场的实战。很好。在这69天里，我从一个拳击小白，然后慢慢的去熟悉一些拳击的知识、拳击的技巧。然后手放这，对，手必须要这样握紧，对，对，走。对。明天就要决赛了，这场决赛更重要的是一种过程。我希望在这场拳赛里面，能够放松心态，能够打出自己想要打出的东西。我希望把我的生日愿望金腰带带回家，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这不只是一场关于输赢的比赛，更是一个该怎么去面对人生的故事。我相信我可以，未知段落才是真正的生活。继续全力以赴吧。